户突九月24日日讯，根据买卡报消息， C 罗将不会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足球最佳球员颁奖典礼，原因是因为赛事安排，尤文图斯周日晚上有比赛，周三又有一场意甲比赛，这意味着他们的球员都不会有时间去旅行。与上一次 C 罗缺席欧足联在摩纳哥举行的颁奖典礼不同的是， C 罗曾告知组织者他将缺席，预计就像8月份的那次活动一样，莫德里奇将会获得最佳球员奖，他的皇马队友拉莫斯、马塞洛和瓦拉内也将参加，他们都是国际足联的年度最佳阵容成员。库尔图瓦将获得了这纸巾手套，弗洛伦蒂诺也将到场观看他的克罗地亚中场领取奖项，并与球员合影。